今天下午1点多的时候，接获民众报案，在阿里山往新义乡神木村方向，有一民众脚扭伤。那我们立即派遣警力消防10余名，那前往现场。到达现场，发现是在古道的中段。那由于考量地势比较陡峭，而且伤患的体重比较重，所以我们决定用采背负的方式将患者背上阿里山，然后我们请嘉义县政府消防局支援，然后在下午6点多的时候将伤患送上住山车站，由阿里山救护车带往医院救治。